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新法讲座。方神知识，各位神圣大德，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，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，当下无缘诸事英灵，及各人远亲祭祖，各位家中弟兄祖，咱要为讲经以前呢，请大家咱共同来念王禅老祖赞记：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各位神知识，阿弥陀佛。咱即节继续过来讲易经心法。今日欣赏观世音菩萨圣诞千秋，圣诞今日二月十九，二月十九啦。阿都本人啊，开始破病的第一天，第十六年的第一天，都十六年正正正。民国七十一年正月，第二月十九即天呢。开始人感觉都无法度吼，感觉无法度克克服家己啊，吼，身躯总酸抽痛，吼，脚袂行，腰脊骨咧开始总酸抽痛，吼，拄啊会记咧，到即马拄啊正正十六年啊，吼，时间过了足紧嘞，吼，当时啊，甲合作要求讲，若有机会吼，活过活三年就好啊，无想到咧，啊，已经过。十六年了，哈，当时甲合作要求三年，哈，啊，这中间呢，加活十三年，哈，啊，行道呢，还十五年，啊，破病开始的，今日都正正都十六年正，啊，像较早当时咧，找观世音菩萨，病了较功夫的，啊，才去请示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来开始啊，伊讲救人不是救家己。求家己不是求真正家己，阿弥陀佛，爱念阿弥陀佛。好，所以这迄中间开始啊，哈，我就无一撮怀疑，一撮怀疑都无，干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因为当时啊，哈，咱都病到真艰苦，病到真艰苦，所以啊，咱讲啥，咱就相信啥。所以咱往往啦，咱讲啥，咱一心一意啊，那正法那个相信啦，对家己拢有利。若是半信半疑啊，我才应该骨头捡起来，反正翻两遍啊。做咱若较袂平安嘞，反正翻两遍骨头啊。吼、哦，这就是讲，咱一个人伫世间，吼、哦，咱爱若拄着真正多，咱就爱一心一意啊。吼、哦，咱唔好怀疑，咱那个头壳行嘞都无唔对。吼、哦，相信嘞，佛菩萨圣神袂敢害。好、哦，若害啊，要落地狱个，一爱多等人。吼、哦，所以啊，我就一心一意啊，哈阿弥陀佛的念呢，好、哦、加六月中旬呢，啊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啊，啊一个真大个段落，哈、哦，所以我身体啊全都，啊大都好好好活跳跳，啊、哦、所以那么七十六年来呢，我本人啊真正感激，哈、哦、观世音菩萨的牵引，啊诸佛菩萨圣神的慈悲帮忙。啊，今咱的老祖几个先师师尊啊，啊，的大慈大悲，这中间啊，给我真济的智慧，哈、啊，种圣神给我真济的灵感，哈、啊，才会当行落个这么安定，这么健康。所以本人啊，
啊，因为有这个正好姻缘，哈、啊，存着感恩的心啊，所以啊，决定讲啊，要来将这易经啊，啊，其他妙法，将我所捌诸圣，还有诸佛菩萨的所开示的，我一定袂保留，会来讲给各位做一参考。啊，因为呢，这道呢，一百行菜的时啊，个人食，个人会下的，啊，食会下的，伊就袂枵着啊，啊，就会成就啊，哈、啊，这是本能。好，今日呢，啊，欣宏观世音菩萨圣诞，嘿，一日啊，啊，第一个我身为地主啊，啊，直接来感激啊，代替我遮所有过去结的善缘者的十方善知识信众大德，哈、啊，因的家属等等呢，啊，甲观世音菩萨来遮致一个真正啊感恩的感谢。五佛慈悲啊，五佛慈悲，哈、啊，会当。啊，感恩，搁较是众生离苦得乐，哈、啊，这是本人啊，非常希望的，啊，希望呢，一个愿力，希望天下世界会和平，天下会太平。好、啊，那么要太平，要和平呢，咱除了爱一个慈悲心，哈、啊，时时发落咱的慈悲心以外呢，咱的其他的妙法啦，咱嘛是爱学习，学习妙法以后呢，咱将妙法过来继续传予有缘的。好，家里有有缘的亲友，一传两，两传三，好，直接传出去咧。啊，大家咧依照圣贤，好，甲咱开始的妙法啦，做咱的人生的目标，啊，咱的天下一定太平。好，这是我本人的上大的希望，好，上大的希望。啊，人既然死无去，好，当然啦，好，再安尼做嘛是义务甲责任，好，义务责任。那么本人，好的。发这个愿呐，要将这易经心法，好来弘扬，好弘扬呢，好啊，当然有我的原因，因为发觉呢，易经是咱圣贤的妙法，圣贤的妙法呢，自古以来传到这样上流行、上兴旺的时啊，天下上太平，周朝、东朝呢，这时阵呢，易啊嘛是拢真盛行，所以啊，咱的这个天下国家社会啊，较足平和。那么这种间来咧，咱啊往往咧，可能一个啊已经都独孤爱困，困遐久啊，啊希望咧，咱大家共同为这个一个继续过来个弘扬，好来弘扬诶，好，这里个精神起来，相信咱的国家社会一个祥和，哈、啊，这是诶，诸天仙佛圣神，尤其咧往常落到贵国神书，哈、啊，师尊诶慈悲是这原力。那么圣贤的愿力，那么咱呢，就尽咱的心力啊，来甲斗配合，哈，来做心口意来共用，心口意身体，嘴意来共用，好来做这工作。啊，这样符合着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，大慈大悲的心，啊，在回想的六十民国七十一年中六月中旬中的时啊。啊！有一天，观世音菩萨，哈，伊就开始讲甲会目屎安尼流，吼，讲众生就遮可怜，众生来世间呢，拢袂去啊，拢毋知影家己是啥，家己到底是安怎行，所以呢，咱心呢，当然互这个世间的风影啊、波浪，甲咱吹甲呢，吼，大声细声，叽叽咕咕，吼，心内啊、心头咧，叽里咕噜，叽叽咕咕个，过甲真正痛苦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啊，啊，伊也非常慈悲。好，那么迄当时啊，观世音菩萨咧讲，啊，我也戆戆，啥都唔捌，唔要紧啊，来我做你就讲啊，好，讲到阁真大班，听到发到尾以后，哎，系啊，哈哈，啊，能力无够，咱也无啥物修行，好，会当做尽量做安尼尔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啊，真正慈悲啊，将咱这法啊，啊，真正甲你斗扶持。咱即个继续过来讲易经心法。顶节咧，讲到这个易经心法咧，就是先天后天为用，用即人道，用就是人道，先天就是咱的心是天道，天道是心，人道是咱的人，爱配合。好，我拄则甲各位报告，
七十一年到即摆来所做的拢是尽人道，尽人道。咱若讲要修成天道啦，咱人道无尽啦，是无可能，是无可能。好，孔子至圣先师啊，甲咱开始啊，人事言志后天，咱人甲代志拢是后天的。啊，会发生代志，拢后天的人设计出来，出头啊变出来。好，所以人人事拢在后天。哈，先天拢是无啊，拢是后天所制作的。啊，周公咱的周易啊，周公甲文王，周公文王所开悟的这个这易啊，是为人道，不是天道，人道。所以人道为先，人道哈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因为这时间的关系啦。哈，这个立德之极啊，哈，马关氏头到尾，拢是人道上重要，哈，所以孔子至圣先师啊，叫咱一定爱对人道去行，唔通免未想要往天道，人道都无做好，无可能进到天道，哈，这咱的至圣先师甲咱开始的，佛嘛是甲咱开始，哈，那么咱继续过来。这个经文，哈，再来继续讲了。夫何去？哈，夫何去之时？哈，其无所用在，其不尽，哈，其不尽变化，哈，其不尽变化，以色人数在。何以？哈，必待文王日后明也。咱的孔子开始啊，哈，孔子开始的，叫做伏羲的时代啊，伏羲时代嘞，上古伏羲时代啊，咁难道这个易经拢无所用？易经拢无所用噶，哈，那么咁拢无法度，拢无法度体悟，无法度将伊变化讲得足详细呢？啊，伊适合人事啊，是啥物？一定爱等下到文王以后，文王以后，才会甲清清楚楚来将这个妙法啦，来讲较清楚楚咧，是安怎呢？是安怎？好咧，至圣先师啊，甲咱开始，啊，对个，世界啊，哈，世界有果因啊，是原因啊。上古之时啊，人事干裂，民食以多，上有所制，下则损之，皆无所道，须以变化，也无所经以用啊。且以文字未毕，传播难讲，作者心通其用，知者神会其变，有其体以足也。以文字记性，文物占比，哈，吸合三代，其用亦已繁啊，其变化也多。这就是讲，至圣先师开始啊，讲为什么易经呢？易道呢？伫伏羲的时，无甲写啊真详细。为什么要等到甲文王周公以后呢，才来甲写啊遐尼复杂呢？遐尼济呢？好，孔子开始啊，就是因为有一原因啊。因为上古的时，咱人生活较单纯，哈，咱人啊，哈，这百姓啊，较是依都较依照天理在做，迄阵人少，无复杂，哈，较照天理做。上有所在面顶咧，啊，皇帝啦、头啦，讲啥，下面就照安尼行，哈，起码甲咱开始天道。甲人道，天道是安尼，人道一直只依照安尼去做，所以上古时代咧，皇帝、王爷拢代表天，代表天，啊百姓、哈民啊、哈就代表地，哈啊代表万物，然后民食一多啊，上有所制，下则顺之，既无所道，随意变化，既然无足济需要变化。也无所强其用啊，嘛免讲哦，想一办法嘞，来规范啊，来写照，这里多，予大家去，安尼行。比如现在，咱
迄个国会立法，人愈侪咧，立法煞袂赴，立法煞袂赴，人侪出头就侪，人侪心就乱心烦，哈，即互相烧斗争，哈，即个现实，即个叫咧接伫现实，接伫咱自己的私心啊，所以啊，即个变化侪，当然啦、啊，政府咱国会啦，都爱开始咧。啊，制定足济即个法令来予人依循，啊，若无咧，社会一定脱俗去啊，一定脱俗。啊，所以古早的人啊，较单纯，人愈来愈复杂。啊，而且文字未必以前咧，即个福音时代，干那画一卦、八卦、吼六十四卦，即卦的道理，先天的卦体来分别是啥物件？来顺便，咱的万物，哈，因为人无文字秘密啊，哈，传播当时要传这法真正困难，哈，作者的心啊，通其意啊，写主啊，哈，作者就是讲圣贤啊，因通其众生的心意，众生的心啊，所以才无我这做啊作者文章等等，哈，低价神会级别啊，有其他一族啊，那知影人啊。哦，知影哇，咱的皇帝王爷啦，哈，天理是安怎做的时啊，因就照安尼去做，就照安尼做。那会记得细汉啊，那看到暗时啊，月娘，哈，那咧食月食时啊，迄阵啊咯，天开较平静，无人敢做歹代志，讲天在谴责咯。啊，科学就发明咧，搞到月娘捡一头，甲这个月娘的光捡一地球啦，甲砸掉的。嘿嘿，人就好多啊，无神啊，灰灰烂烂就到位啊。吼、哦，这就是，这时代无相像，人心的无相像啊。所以这都是文字多啊，吼、哦，这人会出头真多。那真侪咱的一挂信徒弟子到当大陆买土地，哦，大陆啊，遐咧就开始的政府咧，文字上咧，吼、哦，甲你写啊咧。啊，我一个徒弟啦，是最高法院书记官长。书记官长咧，伊文章咧，文字咧足详细。啊，当伊个去大陆个，哦，遐都要甲乌啊，伊就别啥个改。伊讲你是台湾创啥？你拿字安尼改？伊讲你要吃货，我要吃啥？我予恁中共甲赶出去，赶出去走到大陆，走到台湾。啊，我伫遐做全国个书记官官长啦。吼、哦，所以你要用字甲吃，大陆就是这个。吼、哦，安尼在只比手会都愈牢固嘞。到尾啊，无好遐个地方个政府啊，遐个过去啊，当然只个吼，师傅啊，老师啊，大陆只人很阴险嘞。吼、哦，常常法令要变，要变，啊要变的时啊，你无适一变啊，好袂使，要适一变嘞。嘿，唔知当时啊，你以后物件拢全部泡汤。所以咱的文字愈多啊，咱爱愈注意。咱现在的文字愈多愈注意，往往在法律上啊，差是可甲得，可甲得啊，得意可以，可以下定论，得意哦，会嘛是使，袂嘛使，看你交情如何，看你的交情啊，甲只法这个办案的人啊，还是只交情如何咧，来做决定。好、哦，得意可以，应意应该，啊，我是必须爱安怎，应意爱安怎做，可以得意，吼、哦、吼，这都是差一字啊。迄个咱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往往直接死咯，就变活咯，活咯变死咯。所以文字愈多咧，生活愈复杂，愈复杂咧，世间愈乱。但是啊。文字愈复杂的时候，咱立法会当将只依循一个真正规的路，这条路方针的时啊，安尼来咧，咱老百姓大家依法去做，社会都会祥和。都上加一寡立法咧，有私心的，私心立出来以后咧，吼，拢好道理就加一寡呀咧，那安尼咧，社会就乱啦。所以，孔子自行先书啊，啊，可能开始才真详细。
讲以文字记性，文物占备啊，哈，吸火三代下三湘州下商州，哈，文字已经有啊，是啊，下商州，哈，商朝周朝来啊，哈，迄文字拢已经文物啦，已经拢占备啊，占备诶，人家三代来记用易易还呐，记变化也是用易用这易经。用这易经的变化已经愈来愈多，了解万物的变化，万物的生长、生哈、甲灭、消、甲长、消要起啊，佮大下大起来，消长生灭啦。诶，种种这呢，已经变化足济啊，变到即摆来是有够济。过去的这个易经嘛有用数字，现在呢啊有诶袂用数字，哈在。明初的时啊，咱就盛行，哈，伊因为用易经的关系啦，来这数字啊，哈，来算出咱地球附近的迄个星球甲星球中间的距离，啊，算出一距离偌远，甲即摆咧科学，即摆科学家咧，美国科学家太空总署咧，科学家咧，啊，再来算出来测出来是甲咱中国啊，明初的时啊。好，即、這个研究着用易经推出来你的距离平等，才去着惊，即哦，中国盛行啦，古早有遮济科学的观念，所以易原来是开发，到以后的人呢，根据即个道理啊，直直来。那么咱易经呢，现在电脑遮济，电脑呢嘛是根据易经来设计，好，你再借出这电脑。哈，这全世界的电脑，所以伊一直拢是易经八卦所做事，拢研究出来，可见啦，可见易经的妙法啦。是啊，我那不过咱唔识的人，无法度去甲探讨。啊，所以咱唔识的人啊，咱就无需要伫边啊讲啊，易经是无啥，咱就无必要安尼。过来哈，披连山归宗。连山归宗，哈，即啊，即述真人之口传啊，会复起一本相，日以正气变化，地其用意效节之啊，文王之卦正有时啊。即、个，咱的智性先师佫开始，佮披连山归宗啊，连山的易归宗易者，就是，哈。讲古早人的口传，就是古早人嘴传嘴，嘴传嘴。我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尔，较早无文字，一个传一个。头脑若较好诶，就记起来；头脑无好诶，嘿，跳过高咧，减三凹。好、哦，说就是安尼来，好无？咱诶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嘛无文字啊，嘴直讲，直讲诶时啊，阿难甲遐地主听到咧，直直记起来到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咧，才重新回忆，反写，阿难佫讲，因佫就是写起来，甲咱中国圣贤啊，古圣同款，完全同款。好，恢复起一本相啊，用咱的连山归宗的药啊，才诶、咱用嘴来讲，嘴来传，然后咧配合复起的本相。八卦的本相，吼，日正气变化，然后咧，才增加这条路，详细各家解释，详细解释，还佫开发出来，哈，诶，正气变化，地气用之后这支啊，然后咧，看安怎用，安怎用，会安怎使用，像咱尾啊以后周公来的时啊，吼，文王周公啊。啊，这当时啊，为这个易经的牺牲是有够多，所以文王周公咧，所有一切易经啊，拢在证明，世间事证明，即摆真诶，哦，就甲记录起来。那么我教遮一个门下弟子学习易经，而且是弟子啊，哈，1200多名的弟子咧，我嘛讲恁用家己易经来甲做一个证明，做一个统计，哈，甲统计起来，也是。这里、个，哈，你啊统计有正确函数，时间就克会符合者，你就甲做记录起来，留落来。所以，一就是你那是化学 test 同款，
咱的佛经嘛是安尼，我的佛经我读无奇怪，咱读无佛经，我读无是正常。佛经呢，伊就将这那像较早圣贤啊，遮一挂古经大典，伊就哦，伊研究研究，伊个写写了笔记，笔记然后连连起来，连连起来，哦，我即句含后句答袂吧？你个读经读看嘛，会答袂吧？啊，但是你读久了，你就答袂吧？吼、哦，这站，这个这站。中欠一站，欠一站嘞，那么咱就哦，咱所爱上经就是安尼，直直冲冲冲冲冲冲，哎，加中欠啥嘞，咱就会记起来啊。那么中午这站走去倒位嘞，拍唔见伫倒位嘞，大虚空，大虚空内底，大虚空那是录音带、磁碟片、光碟，哈，哎 ，VCD 赶快叫光碟，咱呐。讲的是啊，无记起来讲，我讲这阵，甲记这阵，中这阵拍唔见嘞，伊无拍唔见嘞。伫虚空大宇宙内底，伊咧循环。咱一旦有一天嘞，咱若是已经念念念念，甲这阵念这念的是，这阵你就接会起，因缘会到位的，所以接劈就就接完了，咱智慧就知啊，所以就接来。道理就是安尼。我唔知，哎呦，这佛经到底是办啊唔办？嘿嘿。阿弥陀佛，你办法是做呢？你办就讲一般的世俗的眼睛、世俗的头脑、世俗的文字，哦哦啊，这头头检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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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你也唔知伊中间欠伊十几多亿，啊中间迄块块等你半空中，你得爱认真读，认真想，认真读，认真读嘞，啊迄十只会落来，你若读到就崩着，叫卡着接起啊，抹起啊，哎，你智慧就有啊。所以上经的道理就是一只。